哇！呢、這個故事就發生喺澳門嘅喎，都係真人真事，係一位著名嘅作曲家叫做李向榮師傅。咁咧就係喺佢好老倒嘅時候咧，咁咧佢個愛人咧就離開咗佢。原來後期咧，佢喺夢裏邊咧啊見到佢嘅愛人，話俾佢知係原來佢係啊因為係有急事，佢急病救父母，所以咧嫁咗俾啊一個豪門。點知豪門咧又將佢賣咗第二度，佢就自缢死咗，咁佢喺夢中叫佢奮鬥努力啲，咁咧就飾演李向榮咧就係、是、陳國蘭，飾演係啊呢、這個月蟬妹妹咧係薛慧梅小姐，呢一支歌咧個曲名咧就係、是、叫做《苦鳳離離》，嗱熱烈嘅掌聲歡迎兩位。We'll be right back.
还归故地，觅那
Yeah.
Thank you.
长街虽短，只愿疏狂无怨念，书空绝绝是官言，怯未苍时假未见，叹一句书生无力。
来呀，风啊！